那是什么声音？ 我绝对得烧了这些衣服。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
Carlos， 能听到我说话吗 ？Jill， 啊，感谢老天，你没事吧？对，我还活着，甩掉他了。太好了，地铁已经可以出发了。等你回来，我们马上离开。这里，尽快！
Carlos， 我是 Jill， 你听得到吗？听得很清楚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那个混蛋死了。好，早该死了。但你刚刚怎么想的？拿自己做诱饵吗？你有可能就死了。别说了，刚刚只有这个选择。我懂。还有，谢了。地铁准备好出发了，赶快回来吧。不许动！这样是你啊 ，Kendall， 你还活着？算是还没死了。抱歉，有点神经紧张，不知道又会出现什么东西。可以体谅。喂，我们用地铁载市民离开，你要来吗？地铁，不错的主意。离开这儿以后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忙，我们会需要你这种专业人士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时机不对。听着，不用担心我，我自有安排，好吗？好吧，你可是这里最好的枪匠。别赞了，别做傻事哦。那可是你的工作，对吧 ？Jill， 注意安全啊！如果你现在要去地铁站的话，走店门口的那条小巷，知道吗？钥匙就挂在墙上。